当我弟偷偷一个人在屋里写作业，我打赌十分钟内必玩游戏。三分钟。结果，哎呀，这线怎么掉了？怎么是这块电源线吗？下过雨的，他以为拔掉电源线就 OK 了，但是我买的这块是带电池的。我都会期待。老板，老板，上号。我也上去看看。换了个小姐姐的号。那个号我早就加他好友了。拉一下表弟。Hello， 小哥哥。Hello。游戏开始了。妈，好好吃，你也回来了。老妈乱杀中。你这个值钱吗？啊，咋么都可以拿，不值钱，拿多少钱给我？你就让我拿着呗。急都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哥哥，你就让我拿着呗。老弟想炸死老妈，夺走黑心卡，但是被老妈反杀了。去表弟房间看看。有空看吗？哎呀呀，你刚才被小姐姐反杀了？没有啊。没有什么，我就是那个小姐姐，而且这个监控带地吃的，你拔掉线也没用。一天我存在。